好家伙，这就是巅峰七阶的威力吗？我的妈呀，我们这一把有一个第十一名的 A 牌的红夫人，巅峰七阶41星，43星，希望会被带飞。哟呵，老约。打到前锋的金像，在前锋，在小木那边，小门那边直接倒，打完小门就要往小黑拉，再找其他人的金像，打到了画家，有点亏哦。这一波想去暗杀一个，哟我的妈耶，这约德夫的运气炸裂。挂上的机子不要修，在我附近，可能要闪现破香水。拉距离，干嘛了？哎，这老约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在这边修起了机子了？不会遇到粉丝了吧？好像啊，没有贴图呀，那是他的红光。哎，这个老约是什么情况？可能是临时女朋友打了个电话。我先走了，大哥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咱们不能浪费呀、啊！这个约德夫的游戏时间到了，有可能掉线了，不会吧？一般不是游戏时间要打完一局以后才给你结算的吗？他这直接一个小时的话，直接给你们结算，感觉有点不太公平啊！人家玩着玩着就直接给强制闪退了吧？这么无情吗？这有点太无情了吧！炸！哎哎，直接投了。